改词典那是太简单了。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的词典 V3 版，特斯拉的所有火灾都叫自燃，所有事故都叫失控，比亚迪的所有火灾都叫纵火或放火，所有事故都叫驾驶员操作失误。哇哦！更为神奇的事情是，这里的人工智能也拒绝真相。